从美国回来的？你从美国回来的？哎，哎，帮我拿话筒给这个姐姐。你回来待多长时间了？我帮你带了巧克力，我上个礼拜去澳门一个景点。哦，谢谢。你不要送给别人渣男。二楼的朋友们，你疯了！因为他们也没有看过这么贵的盒子，帮我挂到咸鱼上。So。因为你从美国回来，我们讲英文嘛，因为他们都不信。英文不好。OK。So， 哦，那你在美国是做什么的？好好讲啊，好好讲。我家里有矿，我什么都不做。哇，那就做自己是吧？在美国的话，那就住在唐人街呗。没有，我住那个 California。California Hotel， 那个旅店那边。